OK， 今日開始我答應大家 ，OK， 我會生性，我會點樣生性法呢 ？OK， 因為而家咪疫情又開始爆第四波啦，係咪？相當之嚴重啦，爆得啊！咁又多謝一紮中意愛好跳舞嘅朋友啦。各位老人家 ，Hello Alice， 你好啊。OK， 咁咧就變咗啦，我哋而家咧就全民喺度等大鑊結啦。我哋而家咧就第四波，係啊，咁咧 that's all it 嘅，其實咧 ，it seems like 咧，似乎咧係第四、第五、第六 ，it's all gonna come at once，OK，、okay? 一堆類咁樣出現 ，OK， 係啦，咁啊點解會咁講咧？咁呢個係咪一個預言咧？唔係，即係呢個係一個常理嘅推斷嚟嘅啫，因為啲尊貴嘅家長嘅子女啦 ，OK， 係啦，啲貴子弟咧就翻嚟啦嘛。在世界各地，咁世界各地其實佢哋咧，即係唔係西方嚇、外國嘅月亮特別圓，絕對唔係咁樣樣啦。只不過係咧，佢哋嗰邊咧，係啊，即係依個自由、民主、博愛依、這個概念係真係非常之好嘅喺佢哋嚇。依、這個亦都係即係法國嘅立命嘅 concept 啦。OK， but 佢哋因為依個人權就太重要啦，你知唔知道？係啦，咁跟住咧就變咗咧，唔戴口罩都變咗一個人權嚟嘅。咁但係我想講嘅就係，你有你嘅人權，人哋都有人哋嘅人權噶嘛。你生存係你嘅權利，咁人哋生存係咪佢嘅權利先？問題係你戴唔戴口罩，你係會影響其他人生存嘅權利嘛。所以呢個時候咧，即如果我 OK 係任何一個執政黨嘅黨魁 ，OK 任何其他西方國家。嘅 ，OK， well, 健康部、衛生部 ，whatever，OK，、okay? 主管防疫嘅，即係我真係會即係粗俗啲講，即係 cut that shit， 你明唔明啊 ？cut that bullshit， 即係唔好同我講話咩人權唔人權，同埋依啲時候啲陰謀論者，即係唔好再走出嚟咧，就話哦，其實冇依隻病嘅，依隻病唔係真嘅 ，you know， 即係你見到依啲，你真係覺得極度荒謬。即當然你可以話哦，佢哋真係唔知道咧鄰近地區嗰個政權嘅嗰種手段咯 ，OK 係啦，佢哋嘅力量啦，佢哋嘅滲透啦。講真，你話了解人性咧，冇人比鄰近地區嗰個獨裁政權更了解嘅喎。其實佢哋真係好勁喎，真心我想話嚇，佢真係將人類咧最陰暗啊嗰一面發揮到極致嘅。將人的貪婪啊、多疑，跟住仲有嗰種殘暴，係咪？係啦，發揮到極致。但你要明白咧，山高皇帝遠，正如以前我哋都唔明西藏點解咁慘㗎嚇，有咩咁慘啫？西藏慘咗好多年啊，大佬，係啊，1950幾年到而家㗎。你諗下香港人俾人繼續溫水煮蛙，唔關自己事咁樣 ，OK？其實我做網台都做了好幾年啦，我其實之前有講過好多次，昨日西藏就係明日香港噶嘛。咁但係喂，講咗咁點咧？其實講咗之後，啲人又係咁樣樣咯嚇，繼續咁樣就係好底輪嘅生活啦。我叫做即係食粉屙啦咁樣，或者食粉第二個字錯嚟又唔方便喺個鏡頭前面講。但係嚟過我哋呢個好有愛嘅呢個叫做。新心靈的社區中心的人士呢都知道呢現場就當然會講粗口啦，即除非你說你很介意。那這件事呢可以順便講一講呢少少 concept 啦 ,ok, 是啦，就是我有些朋友會跟我講話，哎，你不要跟藍絲拗啦，或者是哎，你不要跟人拗，你拗來做什麼啫，你不會改變到他們。喂，搞清楚我的 concept 呢或者我的目標啊是不關要改變人的事。我完全冇呢個 idea， 你要行你嘅路 ，by all means go ahead， 你明唔明？你有你嘅 journey， 你嘅旅程，我有我嘅旅程，你有你嘅人生課題，我都有我嘅人生課題。我哋只不過喺某一個時間地點交錯，咁所以先會遇到 ，OK？ 咁所以你都係我嘅課題嘅一部分。幾對於情感關係，我係咁睇；對於員工夥計，我係咁睇；對於所有人，我都係咁睇嘅 ，OK？ 咁。依、這個課題嗰度咧，我陣間我都想講，就係唔好捲入人哋不必要嘅課題裡面，係啦。我冇辦法啦，我職業我係要捲入你哋嘅課題，咁因為你哋走過嚟揾我叫我搞你嘅課題嘛。但係我想講嘅就係話咧，即係我啲貓嚇親我 ，OK， yeah， OK，
今日咩主題？你聽聽下就知啦，聽曬就知噶啦個主題。OK， 同埋我今日係好氣好多，你聽唔聽得出啦？因為依幾日咧疫情嘅關係咧，就少咗人上嚟啦。咁我就哇舒服曬啦咁樣。OK， 我頭先我講緊話嗰個身，我哋嘅身心靈療愈中心。Oh yes， 就係啲人話啊，你唔好同藍絲拗啊，你唔好同人拗啊，你唔會改變到人哋。我就想話其實我唔係想改變人，嗰個唔係我嘅 agenda， 嗰個唔係我嘅目標啊。我做的是我不想我的喉嚨塞啫 ，OK？ 喉嚨是我依度啊 ，OK？ 我只能夠說出我認為是我版本的事實和真相嘅啫。你覺得的是另一回事，是你的 version 嚟嘅。其實如果你在量子力學的角度，每個人感受到個世界都不同的，而你感受到個世界其實是一個 matrix 嚟嘅啫。大家看那套戲啦，係咪咩二十一世紀殺人網絡咧 ？Matrix 啊，係啊，其實是每個人的 projection 你投放出嚟。所以其實我而家跟大家講的嘢就是話，有些人很想做 free flow 啦，亦都坦白講 ，free flow is not for everyone， 即係連結高我療愈 ，OK， 唔係任何人都適合的。我簡單答幾個問題 ，before 我開始又會講生酮啊，跟住再講翻轉頭咁樣啦 ，OK， 就是因為啲人問咧，咁連結高我療愈同算命有咩分別？我覺得個分別大得好緊要啊 ！OK， 個分別就是算命佬佢唔會 risk 咧，去講一啲你唔想聽嘅説話，去得失你呢個客嘅。即係你諗下，如果佢講一樣嘢，真係十年之後印證咗，你都唔記得咗佢邊個啦。老實講，十年之後佢都移咗民，你都移咗民啦。你明唔明啊？所以佢係唔會想搏嘅，佢會講一啲啱聽同埋係。叫做穩陣的說話，你明唔明？即係佢唔會講一啲嘢，就係話哦，你之所以冇運行，係因為你撲街，你個人黑人憎，你人好計較，係啦，跟住你咧就好唔識做人。佢唔會講呢啲噶，佢會講話哦，因為咧你而家未到嗰個運啫，咁樣哦，你嚟緊咧58歲，跟住行到唔知70歲咁樣，嗰個運咧就好噶啦咁。咁但係。我哋一般人就我 take it for granted， 聽到依度先，哦 ，OK， 我嚟緊有運行咁樣就算噶啦，你明？咁你問我依啲咁嘅挑機王咧，我就會問就點解我而家未有運行啊？我而家距離嗰個時候，我個 difference 係乜嘢？我未有啲乜嘢嘢，點解嗰陣時就行運，而家未行運咧？你明唔明啊 ？OK， 所以我想話俾你聽咧。連結高我療愈做的是完全不同的，他不會跟你說 OK，你接下來你多少歲會行運，他會跟你說的就是你不想聽的說話，即是英文叫做 tough love。 我四隻貓去那裡，你等一會我拼過去冧凍死火等等 OK， 貓仔見不見到我四隻貓仔全部去了看街街，見不見到？不知道我們有什麼外面好、oh， 有什麼看啊外面小朋友 anyway。OK， 好啦，跟住咧，我而家又要 set 翻呢個燈。你唔好諗啊，大佬。OK，right。OK， 而家居然係冇事。OK， 好危險。Let's continue。Please。OK，cool，yeah。OK， 我啲貓而家好精神 ，yeah。OK，right。OK， 我而家喐幾條線咁樣驚佢。OK， 係咁啦，對住個技術白痴，你真係懂得包容。OK，OK， 繼續啦。係啦，英文叫做 tough love 咯。咩叫 tough love？ 就係你想象啲阿爸阿媽咧 ，OK， 佢咪要教仔啊？教仔佢係咪會鏟個仔？明唔明啊 ？OK， 你想象下高我就係咁咯。高我就係佢喺另外一個維度，其實佢係你嚟噶嘛，只不過係千億萬年之後已經搞掂咗，即係所謂成咗佛星嘅星之後嘅你。咁佢睇翻你而家做嘢，係等於你睇翻你。6歲的時候做的事情，其實是一樣是很愚蠢的，即是很介意誰同學仔不跟你玩啊，跟住要跟班主任講啊，要告訴校長聽職那些啦 ,OK, 是啦，那你的 higher self 都覺得你很愚蠢的，現在但是只不過 out of love, 他一定會答你 ,OK, 你要解決什麼，但他不會順著你的毛梳的，即哦乖啊，你是個好人啊，你很快就會行運的啦，不會的 ,OK, 是啦。咁我 share 一個例子先啦 ，before 我講生酮，我今日真係打算講生酮，同埋我頭先開波，我嚟緊生性嘅，就係我會
真係咧，個節目因為真係叫生同感受嘛，所以咧我都仲係會懶乖咁樣咧 ，OK，which 我係冇乖咗好耐噶啦，我知道，但我會講翻生同啦 ，OK， 係啦，講生同係講到沮喪嘅真心，因為咧你有你講啦，但係跟住之後咧就會有啲所謂嘅專家啦，咁佢嘅專其實咧冇讀過營養嘅，同埋咧佢係讀其他嘢嘅，但係因為佢有個 title 啦，可能 MD 啊 or something 啦 ，OK， 即係醫生啦，就會走出嚟咧話呢啲嘢全部錯啊咁樣，我都話其實你講生同係一件好痛苦嘅事，因為你係 up against 一個龐大嘅利益集團啊，超龐大，因為背後有藥廠啦，最有錢噶啦 ，OK， 係啦。跟住你自己睇下美國 Nasdaq 啦，上邊咧，sorry， I mean Dow Jones 係啦，上邊咧有幾多嘅 pharmaceutical 公司即係藥廠，佢哋佔嘅比重，咁你就會明啦 ，OK？ 跟住你睇翻佢哋個 Fortune 500嘅地位啦，佢哋嘅總資產，你就會明噶啦，係啦，佢哋真係唔使一隻手指，佢吹啖氣我已經死咗，咁所以咧，你而家 up against 嘅係有藥廠啦，有整個所謂嘅醫療界啦 ，OK？因為他們的 training 講的東西不是這樣的，他們的 training 是、碳水化合物是必須的，跟著營養營養師界都是的，是的、據我所知啦、okay? 我可能 outdate， 但據我所知在美國的營養師其實每年都要回去 recertification， 即是要重新將那個 cert 再重新註冊過，即是更新個 cert update 個 cert 這樣、okay? 而其實背後的金主之一就是可口可樂咯。咁你諗下，佢點會叫你講話啊？糖對身體唔好咧，糖對身體冇益啦。即係而家能夠走出嚟講話，喂，生酮啦，糖對身體唔好啦，飯糖皆毒，毫無懸念呢八個字啦。OK， 我日日喺度講，但係講呢啲嘢嘅人係獨立人士嚟嘅，獨立人士 meaning 佢唔係財雄勢大嘅，佢。我哋有我哋依頭喺度同你講，喂喂，唔好搞個電腦，唔好搞個電腦，衰女係啦。咁咧轉頭就會有一扎人好有錢，冠名贊助或者唔冠名啦 ，OK？ 去贊助一啲大學啊，做一啲研究出嚟。喂，數字啫，數字係人都知道，其實 manipulate 到噶嘛。數字係唔會講大話，但係佢可以被 manipulate 啊嘛。咩叫被 manipulate？ 就係被操控咯。你點樣解啲數字啫嘛？你點樣解讀嗰件事啫嘛？同一件事，你喺藍絲同黃絲眼中都已經唔同睇法啦，係咪？咁就係依個講法咯。其實你諗下，當你係講緊對方係藥廠啦、醫護界啦、營養師啦、食品飲品 ，OK， 係啦。你可我而家就咁 up 到五六個界別出嚟，咁多嘅錢喺背後，仲有啊農作物啦 ，OK。即係種大豆啊、種谷物嗰啲咧 ，OK？ 你點樣同人困啫？你講到口水乾都冇用啦。所以我一路嘅做法就係、是、你要信你信 ，OK？ 你唔信就罷啦，我都冇辦法。同埋我呢啲即係已經係化境㗎啦嘛，即係你個身體是你嘅，你明唔明啊？係啦，個健康嘅課題係你嘅。你聽完之後你覺得唔 make sense， 我冇嘢可以做㗎啦。所以點解我話有啲父母即係？生 cancer， and then 啲仔女好錫佢，帶個爹哋媽咪過嚟 ，OK， 爹哋媽咪都年紀可能好大，七十幾歲咁樣，跟住教育水平唔係特別高，跟住就想用一個鐘頭時間 ，OK， 我去說服佢父母要生 cancer 就要生酮啦，我冇能力做到依樣嘢㗎，你明唔明啊？你要當事人願意㗎，牛唔飲水唔敢得牛頭低㗎，咁呢啲時候我真係。是君子愛財，我喜歡錢的，你想想我這麼喜歡買一些什麼、啊、你看這條月光石大佬，你見不見到、啊、珠寶級全透，是、啊、我很喜歡這些無謂的東西的，還有啦，你又來了，大家看看，是啦、啊、西瓜碧西，你見不見到，是淺粉紅、深粉紅、藍再加綠色的，很瘋的，真的是、啊、我很喜歡這些東西的，那我很喜歡錢的，係啦，好中意我仲養好多貓添嘛，我好大脾肺嘅。咁但係你都要知道咧，有啲錢係唔賺得噶。例如我你見我咁耐，我冇喺鋪頭度賣維他命 C 啊，賣魚油丸啊嗰啲啊，係咪？點解唔賣啫？個個都買呢啲嘢嘅，因為呢個係 against 個 principle 咯。呢個係唔係我所相信嘅嘢，我唔可以為咗錢而做呢樣嘢咯。明唔明啊 ？OK， 係啦，咁所以。我有我講得唔緊要，係啦，我2017年4月開始講噶，講心痛。你哋聽完
buy 就 buy 啦，唔 buy 冇辦法。但因為鬼叫嘅節目都仲係叫心同感受咩？咁我就 OK， 再由頭講過，得我再講冇問題。OK， 包括我咪話哈佛出咗個報告啦，會再陣間會講啦，就話哦唔好食白飯啦，哎呀白飯咧原來升糖好高嚇，你而家先知啊嚇，你瞓咗幾多年啦其實 ？OK， 哎呀白飯咧對身體好傷嚇，你而家先知啊，即係嗰啲啦 OK。我啲貓係，我啲貓好得意嘅真係，我有 plan 下好嘛，但我 plan 我又驚佢，我後邊嗰個嘢會諗，都係唔好 plan 就算啦。OK， 繼續。yeah， 咁咧就講翻又跳啊 ，sorry 啊，你知道我講嘅真係好跳，就係、是、呢個連結高啊療愈嗰度咧，係啊，點解你唔行運啊？依啲你留翻俾你明唔明啊？即係你走去黃大仙廟求籤又好，或者你走去問算命佬好啦，你問你嘅 high self 唔係問呢啲嘢㗎啦，大佬，你真係唔好大材小用啊！真係，我真係最近做咗個客，我真係眼都反埋嘅，就係佢問咧話啊自己嘅事業點樣突破咁樣啦，跟住話啲股票點樣樣咁啦，其實你咪打算問六叔咪得咯，你明唔明啊？真係，跟住第三就係感情嗰啲，冇嘅，你嘅 high self 你嘅高我係指出。直指個問題嘅癥結，直指源頭嘅，佢係好殘忍嘅。佢會話你嘅人咧係唔為自己負責 ，seriously 係啊。佢話你 locks to self responsibility 同埋 free will choice， 即係咩咧？即係話你唔會自己做決定，自己負責咯，係啦，你就要人哋係啦，煮完嗰碟餸啊，去買餸啦，煮完之後咧，消化埋，俾啲養分俾你咯，係啦。呢、這個世界好多呢啲人嘅，依賴到爆炸噶，係啦。喺依一個案主嘅 case 就係咁噶啦，四十幾歲噶啦，係啦。但係都係我哋所有 staff， 即係我哋接觸咗佢一段時間，我哋都知係咁，係啦。即係要你嘴著埋，孭埋，俾埋養分俾佢，佢淨係負責吞嘅啫。係負責吸收添啊 ，even， you know， 係吞都可能太多嘢做啦咁樣。當你唔能夠為你自己行為負責嘅時候，咁你覺得你嘅人生會點？即係你連擺乜嘢食落自己個口度，你都控制唔到嘅時候，你嘅人生 ，Hello Alan，long time no see，yeah， 你連擺咩嘢食落自己口度，你都糾結嘅，你都控制唔到嘅時候，你覺得你嘅人生有咩可以控制到？即係我講好多次噶啦。咁你話你自己咪肥到咁，咁我都同大家講，我認噶，我認咗個責任啊，我唔會話，哎呀最衰就係咩啦，咁我咪話係啊，因為我舊年六月開始我好唔開心，咁我好唔開心，咁我就由自己亂咁食嘢 ，and then 啊，其實正常人亂咁食都唔會搞成咁啊，叫做啊，咁啊點解我會搞到咁咧？就是、因為哦，原來我 realize 死啦，因為我飲奶茶，我好中意飲奶茶噶嘛，係啦，基本上我淨係飲奶茶噶嘛。我的奶茶是用 whipping cream 的，係啦，雖然是用 stevia 喎，但係我係用 whipping cream 噶，跟住冇嘅，你只要嗰日加咗個公仔麵啊 ，OK， 或者係食咗個，我好中意食糯米相關嘅嘢啦 ，OK， 已經搞掂噶啦，高糖加高脂，唔使一年啦，其實係啊，我冇肥到200磅已經算係好彩噶啦 ，OK， 咁而家當然瘦咗一大部分啦。咁我都仲係心裏面諗緊咧，我想影翻輯靚相啦咁樣，但係咧就而家個進度未如理想，同埋我想做下運動又而家都有啲問咁樣啦 ，OK， 係啦 ，anyway， 咁所以就係 high self 高我所講俾你聽嘅嘢，並唔係你真係會覺得啱聽，同埋我都坦白講，我會 harsh 嘅，即係我嘅 harsh 係即係我嘅嚴肅啦，或者我嘅。殘忍啦，即係我哋有陣時喺隔離，我哋會同啲同事之外喺度笑，我話又鞭屍咯咁樣，係啦，即係狠狠地逐句逐句都係鬧嘅，分分鐘係啦。咁我開一個舉俾大家睇下啦，即係個例子 ，OK。咁就係你可以放心啊 ，OK。你做個 free flow 嘅人，你都唔使驚，因為我唔會開你名，一定嘅 ，OK。係啦。有一個客人咧，就係佢第三次啦 ，OK， 第一次清理脈輪啦，第二次就清理一啲譬如童年創傷啊、內在糾結啊、如是等等啦，第三次就 free flow 啦。咁嗰日咧就坐喺度，咁我就問佢，我就話：咦，你寫低曬你想處理解決啲咩未啊？咁樣，佢話我冇寫到啊，我自己知噶啦，我都清晰嘅咁樣。我話唔得喎，你真係要寫喎，咁樣 ，OK。跟住我就話嗱，我而家去廁所，你寫低先咁樣。跟住咧，我話。
你寫完之後你接咗佢，冇俾我睇啦。大家都記住依樣嘢，即係如果你上清麥倫，跟住做埋第二轉，咁即係你 entitle 做到做第三轉嘅呢個連結高我療愈嘅時候咧，你記住你第一次過嚟嘅時候 ，OK， 你嗰晚或者嗰日你已經可以寫你想解決啲咩噶啦，你糾結啲咩噶，你已經可以寫噶啦。但係你重點係你唔好俾我睇，我唔要睇，我唔要知道，因為我知嚟做咩咧？到你真係做 free flow， 即係連結高我嘅時候，啲答案係會出曬嚟嘅。咁到時你先知道我係扮嘢定我係真噶嘛？你明唔明？保障你啫，其實你講俾我聽有咩所謂啫？係嘛？因為我係唔係我都咁做噶啦。但係你想知道係咪真噶嘛？呢個人佢係咪真係連結到你嘅高我噶嘛？佢講嘅係咪真係你心裡面嗰句同埋你諗到嗰啲嘢噶嘛？明唔明啊 ？OK。好啦，咁講翻依一個案主啦，咁我哋叫佢 I 小姐啦 ，OK， 咁咧就係佢寫完之後咧，咁我就寫翻出嚟啦 ，OK， 佢接埋咗啦，我話唔要睇啊嘛 ，OK， 咁跟住咧 check 總共咧係幾多個 item 咧？就25個 item，OK，、okay? 我發覺咧清完麥輪同埋清完內在糾結、童年創傷啊、木馬程式嗰啲咧係會少好多嘅，跟住咧。第一句出咧就係 impractical， 即係唔實際啊！咁我就話你打開你張紙睇，我哋對一對啊，係啦，我 check 曬啦，25個 item， 我打曬噶啦已經 ，OK， 轉嗰個 iPad 過嚟，跟住我就話你開你嗰張紙 ，OK， 即係大家 show hand 啊，大家曬啦，大家睇啦 ，OK， 跟住咧我話點解你個高我第一句就話你嘅人唔實際咧咁樣？跟住佢第一句嘢佢寫咗三條題嘅啫，佢寫咗第一條就係話。我想賺10萬元一個月，而家距離有啲遠，我應該點做？咁樣，咁咧我就見到第一個 check 出嚟，咪話佢不切實際嘅，我就問佢，我就話你而家揾緊幾多？你想賺10萬啊嘛？你而家揾緊幾多？佢話15000 ，OK， 以距離的而且確有啲遠啦。咁跟住我就問佢，我話咁你覺得你點樣先可以揾到10萬元一個月？佢就話做 sales 或者做高層嘅管理層。跟住我想問下一句嘅時候，佢話：不過我唔會做 sales 嘅咁樣。我話 OK， 咁你有冇走去進修啊，或者讀啲乜嘢嘢啊 ？OK， 去令到你自己能夠成為高層嘅管理層。佢話冇，我而家投緊。OK， 咁大家聽到依度明唔明點解佢個高我話佢唔實際？唔係話揾10萬元唔實際，唔係話睇小你唔能夠揾10萬元一個月可以。咁但係。乜嘢人可以揾到10萬元一個月咧？喺佢嘅理解當中，就是、做 sales， 佢唔肯做高層管理層可以10萬元一個月，但係佢冇走去進修 ，OK？ 譬如佢讀 MBA 啊，或者去做 management trainee 啊，咩成去將自己鋪路去做到嗰一步啊，即係你明唔明？若干年後 ，OK？ 咁所以咪唔實際咯？即係意思係話佛家所講嘅身與意，身即係你身體。你的行動啦，簡單啲講 ，OK， 語就係你講嘅説話啦，同埋你嘅意念啊，你諗嘅嘢咧係唔一致嘅，你明唔明啊 ？OK， 你想，你淨係得個想，你諗啊，你不斷咁諗，我想揾10萬元一個月啊咁樣，但係咧，你做嘅嘢有冇去讀 MBA 啊，做 management trainee 或者 even 嘗試去做 sales？ 冇，講咩啊？我唔會嘅，我唔會做 sales， 我而家唞緊。你明唔明嗰個衝突喺邊度 ？OK， 依啲嘢算命佬唔會講俾你聽，唔會嘅，因為都係嗰句，佢哋唔係 check 依啲嘢，因為算命佢係我自己識術數嘅，術數佢係一個統計學啊嘛。OK， 乜嘢助命嘅人或者八字點樣樣嘅人 ？Why？Stop it！OK，、okay? 係唔係睇依啲嘢噶嘛？咁所以佢只能夠用一個譬如性格嘅分析啊，跟住你需要啲乜嘢？譬如、啊、你需要金，咁你行到金運咁樣，金對你嚟講係乜嘢咧？係錢啦、啊、事業啊，定係姻緣咧？咁咪咁去分析。佢一指眉抖數就係、是、哦，睇、你個四化啊、三方四正啊，行到咩流限咧、啊？我嘅即係大限行到咩命宮，有啲咩星嘅組合，係講呢啲。但係佢唔係講你裡面。但真正我想講的就是頭先已經講過，大家如果接觸開身心靈嘅都會知道，其實外在的世界是我哋的投射嚟嘅，我哋感受到的世界是我哋投射的嘛，你明唔明啊？咁所以你內在的糾結，咪就係你要解決的嘢咯。咁你的高
我咪會知道曬你所有糾結糾咗喺邊度咯。而係 tough love 嚟噶，唔好聽嘅，殘忍嘅。第二個出佢話佢咩咧 ？Poverty consciousness， 貧窮意識啦。咩叫貧窮意識咧？就係唔想使錢，唔想俾錢出去。使錢嘅時候會赤嘅，覺得即係嗰啲啦。OK， 係啦，使咗就會冇嘅，係啦。跟住簡單啲講，對錢嘅係好計較嘅，係啦，計住度住嘅。OK， 如果一個人，我結合術數咁講，佢命盤係有格局嘅，條命係靚嘅，但係佢有貧窮意識咧，佢個格局都會降格嘅。點解我咁講咧？大家聽過捨得咯，係咪？佛家嘅字眼嚟嘅。當然大家可能係天主教、基督教，唔緊要，我哋當聽下 OK 唔同嘅 concept 咁解啫，唔係話要導你哋去信第二個宗教。OK 咩叫捨得咧？係有捨先有得。譬如舉例，今時今日。我坐在一間鋪頭度 ，OK， 可以做到生意，賺到你可能一個包三十幾蚊又好，定係你做個清理可能係一萬幾千蚊都好。咁我係咪先有捨咧？最初就係我俾咗一個月上期兩月按金或三個月按金，俾個業主租咗依度，抌咗幾廿萬出嚟做裝修，跟住又抌咗好多萬蚊出嚟買家私。跟住添置啲嘢，請伙計買爐鋪，係咪交租水電煤，係嘛？同埋我仲有投放啲乜嘢？我做節目嘅時間啦、心機啦，係咪？我係咪有做呢啲嘢？我係咪寫咗呢啲嘢出街先？我先得到你哋可能作為同學啊、作為聽眾啊嘅支持啊，同埋如果我冇做呢啲嘢，我完全啊夜晚翻到嚟梗係瞓覺啦，仲走去化妝。我今日日頭冇化妝㗎。係翻嚟特登去化化化化完之後上嘅，俾嚇親你哋啊嘛 ，OK？ 咁喂，依啲時間如果我走出去瞓覺啊、坐按摩椅啊、浸浴啊、剩嗰啲，喂係好舒服噶。但我冇做到依一 part， 係咪就唔會同你哋結緣咧？佢有啲可能係已經好多年嘅聽眾啊、朋友啊、識噶啦，已經上過嚟噶啦咁樣。但有啲係新嘅，可能你聽完之後你覺得有道理，你 follow 咗俾你個 friend， 又會有新嘅結緣嘅喎，係咪？可以是善緣，即係覺得啊講得幾好；亦可能是惡緣，佢覺得超呢條女呃人嘅一扮嘢，乜嘢都好啦。你明唔明啊？你點樣睇我係你嘅版本啊嘛？你嘅版本係你嘅投射啫嘛，我控制唔到噶。咁但係我就係講話，如果我冇投放呢啲時間、心機，包括錢銀 ，OK， 我唔會有今時今日可以賺到你嗰一個包或者嗰一次清理嘅錢咯。咁而喺佛家所講嘅捨得，其實就講布施。布施波羅蜜係即係我哋講緊眾多波羅蜜裡面六個波羅蜜裡面之一。OK， 係好緊要嘅。你估你見到而家好羨慕嗰啲阿太啊 ？OK， 唔使做啊，老公養佢。其實如果你係學佛嘅人，你覺得其實冇嘢嘅啫喎。講真的，係啦，佢之前布施咗呢個老公。咁今世咪翻嚟享翻呢個老公布施翻俾佢咯，其實咁冇噶，完咗就完咗噶啦，福報享盡咗就冇咗噶啦。咁所以啲人成日講個積福就係咁解 ，OK？ 你要有捨先有得嘅。咁而如果你有 poverty consciousness， 即係貧窮意識，你使親錢嚟都赤嘅時候 ，OK？ 你買嘢會唔捨得？你食好啲你會唔捨得？OK， 咁你會點樣樣咧？你咪就係唔會有所得咯。譬如舉例，你食好啲，你嘅身體會好啲，但你唔捨得咧。OK， 去食嘅時候，你情願食啲冇咁好嘅嘢。我唔係話個食物好唔好味嗰樣嘢喎，而係嗰個因為你身體需要嘅養分喎。OK， 我為咗平，我食啲冇咁有益嘅嘢。咁個代價係咩？就係你嘅身體變差咯。你明唔明啊？咁你嘅身體變差咗，你將來你要付出翻乜嘢醫藥費咯？其實就係咁嘅。好似你話啊，我走去做一樣嘢係令到我開心，可能好多人唔明嘅。OK， 我同布癲咧，即係我嘅朋友，亦都係我嘅節目拍檔，不過好忙啦嚇，所以佢冇嚟同我一齊做節目啦。咁因為佢有正職嘅，我哋兩個抌好多錢去學好多嘢嘅，甚至我自己已經識嗰樣嘢噶啦，已經。但我都想睇下，咦人哋個版本係點咧？人哋有咩唔同咧？跟住又要抌一萬幾千蚊出去嘅喎，係啦，甚至幾萬蚊，你知學費好恐怖啊嘛，可以。
但係我願意咁做，點解？因為我好想知道多啲啊，你明唔明啊？至於我逐樣嘢要解釋俾你聽 ，OK？ 係啦，如果我話做親連結高我嘅時候，再作其他嚟嘅人啊嚇 ，OK？ 我哋冇收門票噶嘛，咁你其他人坐咗喺度，嗰啲人會係點樣樣？佢會聽到嗰25個 item 裡面，佢一定會有 item 自己對應到噶。如果唔係，你唔會坐咗喺度噶。你嘅高我俾你坐喺度，係因為你都有呢一啲嘅糾結啊。你明唔明啊？咁我會好 harsh 嘅，我會問你，你嘅高我話你唔實際，你話俾我聽到底點解？你點樣唔實際法？咁你話我未必知喎。OK， 諗啊，我同你一齊諗啊。原來你揾緊15,000而想100,000係唔實際，而個原因係乜嘢？係因為你唔想去做 sales， 你又冇去讀一啲做管理層需要有嘅知識，明唔明啊？唔係話哦，我批評你話你有野心，你好高骛遠，你能貪心，15,000咪夠咯？點解要揾100,000啊？錢本身係 neutral 嘅，錢係一種能量嚟嘅啫。它是一個媒介來的，給你交換去買你想買的東西而已，OK？ 換來你所需要的東西，它是一個工具咯，其實，OK？ 它本身沒有善惡的，但有些人就會覺得說錢是不應該說的，大家討論錢是污衊，錢是污糟的，財不可露眼，是吧？還有什麼呢？就是有錢人一定是需要，無奸不商，無商不奸。OK， 有錢嘅都係賤人，明唔明啊 ？OK， 你會有好多人有依啲啊，仲有係啦，要慳。我話俾你聽，如果你條命本身有格局，而你唔係慳嘅話，你嘅格局更大。一個好簡單嘅比喻，如果你肯當初投資咗某啲嘢。Okay? 當你投資有賺有蝕啦 ，OK， 又去翻嗰個咁嘅頭盔紋嗰度啦。咁嗱，如果你有抌嚿錢出街，而唔係唔捨得你要 hold 住，你抌一嚿錢出街你買樓，其實香港買樓好難買嘢噶嘛，係咪 ？OK， 咁你而家可能已經翻咗好多倍。咁但係每一個投資都牽涉掟出去嗰下、捨嗰下，而後又得。你話唔係個個投資都賺錢嘅，你唔好呃我咁。OK， 得，咁好啦。呢個時候我退一萬步講，廢話，投資嘅有賺有蝕啦，佢唔知阿媽老母咩？但係 OK， 你可能蝕咗嘅呢一次，你吸收咗，你得到咗係咩？係教訓，你得到咗嘅係智慧 ，which OK 係無價寶嚟嘅。記住，我哋講佛家咧，講唔同嘅神識啦，阿賴耶識啊 ，OK， 唔同嘅神識嘅，佢有唔同嘅名，大家唔使糾結啲名噶啦 ，OK， 係講緊你學咗嗰樣嘢，你生生世世帶落去嘅喎，其實嚇，所以依一世唔好懶學嘢喎，好似布甸同我使咁多錢去學嘢，可能喺佢媽媽眼中，或者喺我有啲朋友眼中覺得，誒人哋為咗賺你學費，佢梗係講到好勁啦咁。是我可能學完我生笨，但我是不是學了個分析啊？啊 ，Stay 咁樣，咁叫媽咪，咁叫媽咪，哎呦 ，Say hi baby，Say hi，Say hi， 呢個係我個拉仔。Stay，Say hi， 哎呦，咁又做乜嘢啊？佢最近咧唔知佢天氣乾燥咧，搲自己咧，搲到損咗咧，跟住咧要帶佢睇醫生，係咪啊？陰公豬，哎呦，哎呦，跌到死，係咪跌到死？媽咪抱你一陣，唔好走住好冇？哎呀，嗯，你好似個 B B 咁瞓一陣好冇？乖好冇 ？My sweet baby， 我啲貓好嗲嘅，你知唔知咗？我啲貓好怪嘅，知唔知咗？係啦，控埋嚟，俾啲哥哥姐姐望下好冇 ？Hello baby boy，Hello baby boy， 哎呀，哎呀，哎呀 ，sweetheart， 媽咪 sweetheart， 係啊，改埋嗰啲名咧，係全部咧唔食得嗰啲啦，即係 pasta 啦依個。係啦，跟住咧嗱，佢阿哥咧，大家唔好介意，我行開一下。OK， 咁呢個，係啦，依一個咧就係咧佢哥哥 pizza 啦。OK，pizza 咧係一個哨牙仔嚟嘅，有一邊牙仔咧，哎呀，見唔見到冒咗隻牙出嚟嘅？媽咪要帶你去箍牙好嘛？帶你箍牙好唔好 ？Sweetheart， 哎呀 ，OK，say hi， 控埋啲，控埋啲
say hi, okay? 係啦，金影同銀影嘅 chinchilla。Hey baby， 哎呀，嗯 ，sweetheart， okay？ 跟住咧，佢哋老豆啦，等我陣。跟住，OK， 佢哋老豆咧啲毛而家咧短咗少少嘅，呢個就係爸爸啦。嗯，哎呀，嗯，爹哋好靚仔噶，爹哋隻眼好大，係咪啊，俊俊？哎呀，乖。OK， 老母唔知去邊啦，係唔緊要啦。OK， 繼續啦。咁咧就，你而家明點解我成日做節目咧，會係咁喺度咧 hi 我自己塊面咧，因為真係成面都係貓毛。係啊，我啲貓咧係要抱嘅，係啊，跟住咧你翻到嚟你唔抱佢哋咧，佢哋會炸型嘅，嗌喺你門口大嗌，你喺度講電話喺度大嗌，嗌到你咧，你唔係淨係摸佢，你唔知道，你要抱住 B B 抱佢先得嘅，真係好誇張啊啲貓，係啊，同埋我隻隻都係咁，隻隻都係咧嚟個屋企嗰啲人知道，我屋企即係貓歡場嚟嘅，即係貓兒童院咯。任捽任抱任玩，係啊！爸爸其實咧，佢坐定定咧，隻眼係好巨型嘅，係啊，好誇張。如果人啲眼係咁就好。OK，yeah， 咁跟住又講翻錢咯喎。OK，poverty consciousness 嗰樣嘢，大家要留意自己有冇依個貧窮意識。其實咧，如果你使錢嘅時候咧，你會即係嗰啲啦。OK， 就已經好肯定有噶啦。即係我。我不是想影響你們的理財觀念，但是即譬如我自己覺得唉，超儲什麼錢都儲這樣，你有你儲，他有他印，你明白嗎？即是你不會救他快的嘛，他一印你就貶值了，其實是啊，還有你怎樣追得上物價，即是那個通脹呢，這樣，所以我不是走儲錢路線的，反而你問我，即我為其實老實說，你買任何這些石都是投資嚟嘅，真心嘅喎，係啊，因為我舊年睇到一條 ，sorry， 講一句廢話先啦。我舊年睇到一條藍色嘅碧西波，藍色嘅碧西，聽清楚，藍碧西。我上一集係咪帶咗嗰條藍碧西俾你睇咧？但我上一集嗰條咧就好似依啲咁樣係一條條，依碧西其實一條條噶嘛本身 ，OK， 係啦，咁樣咧佢咧我舊年見到嗰條唔係一條條嘅。今年我買了一條一條條的啦嚇，咁樣即係柱狀嘅。舊年我見到嗰條咧係圓波的藍碧西嚟嘅，仲要唔細啊，15-16嘅 ，OK 個 size 嚟講啊，15-16 mm， 靚到爆。跟住我問佢幾多錢，佢話折翻港紙啊，應該係7。等陣先，我試下對一對先，等一陣啊。等一陣，再等慢啲。80,000松啲蚊咯。係啊，係啦，跟住我就哇咁樣，跟住就冇買到啦。OK， 今年我想話俾你聽啦，起碼加咗25% 上去，即係今年如果要買翻，第一唔會遇到啦，分分鐘我等咗成年啦，而家已經12月啦，係咪都冇遇過啦？跟住就算有咧，起碼我諗都要13-14萬噶啦，係啊。而咧依一種嘅首飾咧，係一種低調嘅奢華嚟嘅。即係我唔係為咗話啊要曬命啊嗰啲唔係啊，而係即係我唔中意標啊嘛，我唔中意名牌，咁我又都唔中意將即係名牌個 logo 被 Dior 啊，然後跟住 D&G 咁樣寫個心口度啊嘛，係咪？咁係我著件衫，唔係件衫著我噶嘛，我理得出邊興啲乜嘢啫？我對自己有足夠嘅信心啊嘛 ，I am unique，OK，I am one of a kind，OK。我對我自己個人，我成個 package 好有信心，唔係淨係對自己啊個面口有信心，對自己嘅身形好有信心，呢一啲咧都唔係完整。我講你對你自己成個組合好有信心嘅時候，你就唔需要理出邊著啲乜嘢，做咩即係而家制服啊 ？OK， 係啦。咁但係我中意石咯 ，OK， 咁所以咪君子愛財咯。咁我會唔會愛到不擇手段，乜嘢都買咧？我唔中意鑽石嘅 ，by the way。係，即係你送俾我會戴嘅，多謝。但係咧，我唔會自己走去買，因為其實鑽石係好多嘅，你知唔知啊？係多到爆嘅，其實佢只不過係一個壟斷嚟嘅啫嘛。即係正如所謂嘅醫療界有個壟斷 of 我哋要食啲乜嘢，我哋點樣注重我哋嘅健康啊？其實講真，我推遠啲好啲喎，好似係嘛？
講真的，我哋照顧我哋健康嘅方法點會淨係得食藥呢啲方法啫？係嘛？乜嘢都係食藥，哦有糖尿又係食藥，點解唔係改善飲食咧？請問係啊？點解唔係喺其他方法藥喺其他方法着手？藍碧西連淘寶假嘢都冇，哈哈哈 ！There you go， 係啊，我有一條嘅，咪就係、是。但我都仲喺度等緊見到豬豬咯，係啊！我諗我見到豬豬我忍唔到，即係老實講你話咧，即係我知道癲啊 ，OK？ 唔係假鑽石 Jennifer， 係人造鑽石。嗱，老實講啊，鑽石人造我唔 mind 嘅，係啊，因為佢都係嗰句咯，好多咯，你明嗰啲咩鑽石恆久遠，一顆永流傳，即係我把口衰啦，即係啲人咪帶咗名照離婚點樣嚟嘅，即係 I don't buy it，OK？、Okay? 講翻 poverty consciousness 嗰樣嘢咧，就係、是。貧窮意識啦，如果你使錢嘅時候咁樣，咁你已經知道你已經有噶啦 ，OK？ 同埋咧，赤住唔捨得唔捨得。我反而我想話咧，即係喺佛家嘅概念，因為我自己本身係佛教噶嘛 ，OK？ 係啦，只不過我唔會周圍咧追住人咧 ，OK？ 揸住本佛經啊，追住你啊，逼你要信啊，逼你要皈依，我唔會做呢啲咁嘅嘢。我係低調到爆嘅，即係我唔會帶住108寸咧念珠啊、佛珠咁喺條頸度啊，跟住揸住係咁喺度撳啊咁樣嗰啲，我唔會做嗰啲嘢噶。即係始終學佛咁多年咧，即係你明白每個人你做翻自己個位已經好好噶啦，或者個世界已經好啦和平噶啦，唔亂噶啦，你只要做翻自己應該要做嘅嘢 ，OK？ 咁講係啦，佛教講嘅嘢就係咩咧？就係、是、話除咗頭先講捨得個概念啦，就係點解咧中國人會話死咗就會做鬼咧？大家有冇諗過呢樣嘢？其實六道眾生啊嘛，有六道噶喎，點解中國人咁明顯係死咗做鬼咧？因為慳貪啊！咩叫慳貪？就係唔捨得咯，唔捨得使咯，係啊，要儲咯。中國自古以來都同你灌輸個概念，就係大富由天，小富由劍，跟住咧勤儉係美德啊嘛，係咪？係啦。咁我想講就係、是、大家留意一下咩叫福報咯。福報就係享福咯。你之前儲落咗嘅喺一個我哋叫 astral bank， 即係好似你想象係一個太空銀行咁樣樣啦 ，OK？ 跟住一降落喺呢個世界嘅時候咧，哇就 draw 出嚟嗰啲你想象下，一出世就係喺嗰啲富豪嘅家庭裡面嘅寶貝仔啊、金菠蘿啊嗰啲，你點樣解釋咧？佢好勤力咩？佢呢一世嚇一出世就咁多錢，佢一出世佢好慳咩？佢又唔係喎。嚇、啊！佢爸媽、阿爺、阿嫲揾落嘅都冇錢，啲錢係啊！依一啲咪就係福報咯。你帶有幾多福報嚟呢個世界咯？但係福報點樣嚟啊？知唔知道？咪又係布施咯，又係捨得咯。OK， 積福嘅方法係咪一定要喺條街度派錢？唔係，係啦。我以前捐好多俾啲救援組織嘅，咁我而家就轉曬全部救動物㗎啦，係啦。咁我有見過，我都有講過啦，即係我每個月捐即係幾萬蚊，係淨係俾流浪動物，世界各地都有嘅。OK， 咁因為人做好多惡事，動物冇，係啦。我哋做嘅惡事出自貪念，動物唔係，佢出自求生嘅啫。即係佢哋因為餓，所以佢哋會殺生。但係我哋人類係唔係噶？為咗件命咯，嚇，為咗件皮草咯。我會唔會著？我會著，但係假噶嘛，嗰啲全部都係 fake fur 嚟嘅嘛。OK， 好啦，咁所以動物係值得我哋拯救嘅。咁所以如果在座有聽眾朋友、同學仔係都係中意動物嘅，考慮一下幫一下多啲流浪動物係啦，自己去餵又得，或者係捐俾相關嘅救援組織啦，或者無限關愛組民歌啦。OK， 因為佢每日係啦，周圍24小時。係啦，即係收電話就走去車啲動物，可能俾車撞到啦 ，OK， 咁樣就去執翻佢哋啦，咁樣係啦，咁啊，我哋應該要支持咁樣嘅好人啦。喺台灣就有 ，OK， 點解我整冧嘢？台灣就有徐園長咯，係啦，係啦。徐園長護生員，你可以上 Facebook search 嘅 ，OK， 係啦。咁如果你話我唔捨得洗落自己度，係啦。咁你試下洗落你捨得嘅嘢度啊，譬如我哋好錫媽媽嘅，你買多啲嘢氹媽媽開心，係啦，唔係一定要名貴嘅，唔係一定要下下都水晶啊鑽石嘅，你可以買嘢食俾媽媽 ，OK， 氹佢開心，依個係幫助你自己解決嗰個慳貪嘅，因為係一種 blockage 嚟嘅，其實係真嘅。
你的 higher self 講，因為你見到佢咪第一句咧，即係依一個客人咧，係啦，頭先我叫佢做 Y 係咪 Y 小姐，係啦，就當佢化名啦，唔係真。咁咧佢咪話想揾100,000元嘅，第一個話佢唔實際，點解唔實際？喂，你身與意連成一線，做你要做嘅嘢啦。你既然想揾呢個錢，冇話唔得，做生意都係100,000元一日嘅，冇問題嘅，大把人做到嘅，係啦。但係你要行出去咯。係啦，你要做你要做嘅嘢。第二就係嗰個貧窮意識，係咪都係同錢有關啊？你冇寫唔會有得嘅喎，冇布施唔會得財富嘅喎。但係布施係咪一定要錢咧？唔係，你可以做義工嘅，幫人啦。OK， 我以前有去母親的缺仔，因為其實我係好中意細路仔 ，OK BB OK， 但係咧就開始講嘅我就已經反眼係啦。但係咧Mother's Choice 嗰度嗰啲仲係唔識講嘅，我覺得對我嚟講係 perfect 嘅。OK， 咁啊後來太忙所以冇去啦，我都好想翻屋。OK， 咁啊如果你好錫媽媽嘅，或者好錫太太嘅，好錫女朋友嘅咁樣，或者好錫自己毛毛嘅，自己唔捨得食噶，但係哇毛毛好捨得俾佢哋嘅，咁佢哋已經係你嘅善知識嚟噶啦。佛教嘅角度，其實佢哋幫緊你嘅，佢哋係渡你嘅。OK， 因為你唔捨得洗落自己度，你捨得洗落佢哋度啊嘛，明唔明啊 ？OK， 所以佢哋幫你渡慳貪咯。明白我想講咩 ？OK， 咁而第三種布施咧，嗱，我哋有財布施啦 ，OK， 法布施啦，同埋無畏施。咁咧嗱，財布施好簡單啦，就係實質嘅 ，OK。譬如話啊，你好口渴，咁我俾嘢你飲咯，係財布施嚟嘅。跟住或者係你或者好似我捐錢俾流浪動物組織咁樣樣，都係一種財布施啦。OK， 捐錢咧好明顯啦嚇，你凍我俾件衫你，跟住就係送俾你嘅咁樣，都係嘅，嘢食俾人都係嘅。OK， 好啦，跟住第二種就係法布施啦喎，就係好似even 我而家講緊呢啲都算係嘅，其實啦 ，technically 啊，就係你講你分享知識，你分享你識嘅嘢，或者人哋譬如好唔開心，你去勸佢都係法布施嚟嘅。OK， 第三種就係無畏施啦，就係施以無畏啊，即係咩意思咧？就是、如果嗰個人好驚，佢有恐懼。你能夠令到佢免於恐懼，絕對係一種好大嘅布施嚟嘅。OK， 明唔明啊？咁所以咧就係基於錢係能量係 neutral。咁喺家庭排列嘅角度，佢就係同我哋媽媽嘅能量有關。所以呢個時候我都有同布丁講嘅。OK， 我哋兩個成日日日都喺度 WhatsApp 㗎啦。就係其實點解社會裡面依個向上流動係咁難咧？因為媽媽。Okay， 如果是低收入家庭的媽媽，往往是要離開自己的仔女去上班的。但是呢有錢太即是跳舞群組那些、okay？ 他們是不用離開仔女的，他可以日日在家湊仔、okay？ 但是媽媽和小朋友的相處時間就絕對影響到小朋友將來的財富穩不穩定。這樣說很難理解，但如果你有家庭排列家庭系統排列，簡稱家排的 training， 你就會明點解。因為在我哋個腦裡面個 wiring 咧，媽媽就係我哋嘅生命力嘅來源啦。我哋所有生命裡面嘅豐盛啊，你諗下，我哋一出世嘅時候，我哋第一個建立親密關係嘅係媽媽，確保我哋唔會餓死，確保我哋能夠。健康成長生存下去，我們的生命鏈啊，我們那個 lifeline 啊 life support 都是媽媽來的。所以對於一個小孩來說，如果半夜三更睡醒見不到媽媽呢， OK， 是很恐怖的。是就算大人經歷譬如官司破產生意失敗，都不能夠跟一個小孩夜晚睡醒整屋沒有人找不到媽媽，相提並論。我經歷過，我小個就係試過咁樣樣，唔止一次。半夜三更 ，Hello Kitty， 你又遲咗入嚟啦，係咪啊 ？OK， 就係擘大眼，夜晚起身屙尿，媽咪唔喺隔離，成屋揾唔到，極度恐怖。OK， 係啦，依樣嘢咧對個細路仔嚟講，將來譬如對親密關係或者對錢，佢都會有種患得患失。同埋會唔穩定，同埋有一種咧英文叫做 separation anxiety， 即係分離恐懼啊，即係可能同另一半唔想分開啊，好 attached to 啊，或者對錢好冇安全感啊 ，OK，
係啦，因為係同一股能量嚟嘅，其實。咁所以你見到，如果係低收入人士，個媽媽手停口停，佢同仔女佢分開嘅時間會好多嘅。咁仔女喺媽咪度得唔到嗰個 juice 啊，嗰個豐盛嘅嗰種滋養，佢淨係每日可能見到媽咪幾個鐘嘅，因為媽咪要揾食啊嘛。咁所以佢嗰個財富嘅滋養亦都相對係少嘅。但你發覺啲有錢太咧，畫畫群組、跳舞群組咩都好啦 ，OK。我好多朋友係嫁入豪門嘅，嗰啲咪就係由朝到黑都係陪住個仔。個仔依一世人你可以 project 咧，佢嘅錢財亦都係會相當穩定。其實係咪唔公平？其實係你可以覺得係，但係 in a way， 如果你又用翻佛家嘅角度睇，咁。你投生得入依一個咁嘅大富之家，有個咁樣嘅阿媽可以日日温住你，令到你冇嗰種分離，你可以有足夠嘅 juice， 亦都係你嘅福報嘅一部分嚟噶嘛？你明唔明啊 ？OK， 就係你有咁樣嘅環境、外在條件嘅結合，先會有咁樣嘅結果出嚟噶嘛。所以如果而家譬如頭先嗰個 Y 小姐咁樣樣，佢想揾十萬蚊，你去揾算命佬，你去求籤。他會跟你講冇行啦，你未行運啦咁樣樣，但係實際唔係唔得噶，因為出邊大把人係揾咗十萬蚊一個月甚至一日嘅。點解你唔得？係因為你有依啲所謂嘅 blockage 糾結，而算命佬或者解籤佬 whatever 塔羅牌師都好啦，佢唔會睇你嘅糾結喺邊度。比較接近啲嘅係加牌，但係好啦。加牌你真人排練可能要萬幾蚊去排一個問題出嚟，但係當你發覺原來你做 free flow 咧，其實我哋講全部嘅 item 都180蚊 ，OK， 係啦，全部 check 出嚟，咁25個 item 啊，定係30個 item 啊，我真係唔知啊，到時問你嘅 highest offer 啊 ，OK， 好啦，咁所以如果我哋有貧窮意識嘅時候，我哋自己要 aware of 依樣嘢咯 ，OK， 咁我哋要諗辦法去。對字佛家有講法係對字一樣嘢，就係洗落你捨得嘅嘢度。有啲人好捨得自己，唔捨得人哋。咁你就試下喺出邊揾一個人哋咧，係你捨得嘅。譬如另一半啦，咁當然孝順啦，就應該俾爸爸媽媽先啦。OK， 跟住俾另一半啦，或者好似我咁捨得洗落毛毛度嘅。OK， 係啦。咁佢哋咪你嘅善知識，佢哋幫助你去化解你嘅慳貪。OK， 好啦，咁跟住。同埋，我亦都想教大家一樣嘢啦，就係你每一次使錢嘅時候，你唔好覺得你係少咗，你要覺得你係多咗，因為你使出去嘅時候，你係要覺得哇，我係買咗樣我好中意嘅嘢翻嚟呢樣嘢，你覺得哇，好感恩有呢個錢，好多謝有呢個錢，呢個錢我要多謝邊？我要多謝自己咯，大佬，我咁辛苦努力賺翻嚟喎，我唔呃。唔偷唔搶 ，OK， 係啦，努力去付出勞動成果換翻嚟嘅錢 ，OK， 要多謝自己啦。咁呢個時候咧，俾啲掌聲自己啦 ，OK。跟住之後咧，多謝自己，多謝製作依樣嘢嘅人啊 ，OK。佢整咗一件咁靚嘅嘢俾你買到啊，係你用你嘅努力去換嗰樣咁靚嘅嘢，你要多謝製作依樣嘢嘅人。譬如嗰餐飯好好食，多謝所有有份參與食品製作嘅人，喺心裏面有嗰個 gratitude 嗰個感恩，你嘅人生會開始改變嘅。我話俾你聽，當你開始學識感恩嘅時候，感恩唔係點講啊，要係一個好大型嘅儀式嚟嘅。係點解去翻零極限咧？嗰四句嘢裡面係有多謝 ，please forgive me。I'm sorry, please forgive me, thank you, I love you, OK? 頭嗰兩個其實係懺悔咯，之後嗰兩個咪就係感恩咯。人生你學識呢兩樣嘢咧，唔該老豆老母們咧，你要教仔女教識呢兩樣嘢，由衷咁喺裡面 ，OK? 做到呢樣嘢，
呢度我哋有一位周小姐啦，我唔開全名啦嚇 ，OK， 係啦，當初都好多糾結嘅，當初咧做嘢都唔順利，甚至喺待業嘅狀態，一清完之後，而家咧影都唔見埋，因為忙到趴喺度，忙到撲街，跟住咧就忙到我喂，你快啲過嚟救我啦，我呢邊冇人啦，佢話唔得啊，我邊度我好忙啊，我啲學生多到癲咗咁樣啦，跟住我就話你再唔過嚟幫我就揈走你啲學生噶啦咁樣。OK， 係啦，咁樣。Anyway， 跟住我哋有呢度好多好好嘅part time 同學仔，即係真係客人，跟住幫我哋做 part time 嘅。但係咧就忙到癲啊！大家都 OK。清理好簡單嘅就你理解，就係你揸住一架絕世跑車，我唔理佢係麥拿倫又好、桑拿又好啦，但你塞咗喺個舊隧道嘛，你明唔明啊？跟住你就話點解我架車唔喐？你唔知點解 ？OK。係啦，呢個時候你問你嘅 higher self， 佢話你望下周圍都係車咯咁樣，咁你要架車行係咪你要自己架車行啊嘛？你可以揸到好快噶嘛，係咪？你車手嚟噶嘛？你咪要前面周圍啲車冇曬先啦咁樣。你發覺喂，前面周圍啲車真係冇曬，但係點解架車仲係唔喐嘅咧？哦，原來冇油啊喂咁樣，咁你咪入翻油咯，明唔明啊？跟住入咗油都係唔喐嘅，喂，原來你爆胎啊大佬，你明唔明？咁其實依一啲 item 咪就係。你的高我會講俾你聽嘅嘢咯，就係你未必想聽嘅，可能好 harsh 嘅，係啦，所以咪叫 tough love， 所以 it's not for everyone。好似我嗰日想解釋俾個話佢有 blocks to self responsibility，OK， 同埋 free will choice， 即係話佢咧冇。為自己的人生負責啦，為自己的自由意志去負責，即係乜嘢都唔想自己孭飛咯。簡單啲講，明唔明啊？即係咩都要人哋咬完掠完俾佢啊，啲嘢要即食啊 ，OK？ 跟住唔使孭飛，唔使負責任啊 ，OK？ 我嘗試解釋俾佢聽，佢都起槓嘅。其實係啊，即係包括啱啱我講嗰位 Y 小姐，我淨係講咗佢兩個 item， 佢 total 有25個啦 ，OK？ 係啦，都起槓噶，其實係啊。咁因為係 tough love 咯，唔係講一啲你想聽嘅嘢咯。好，最後講翻食飯 ，OK， 好正係咪？就係依一個哈佛終於同你講我嚇、啊，真係好正嘅，真係我都唔知俾咩反應佢都係啦。依單嘢咧，我而家56分啦，我可能超少少少時啦。希望你哋唔好計，點解我一開波嗰個畫面仲係咁黑嘅咧？我明明開到咧已經殘眼到癲啦。OK， 哈佛醫學院指白飯幾乎同食純蔗糖有相同嘅效果，可以導致體內血糖迅速升高。哦，係咩？砰咁樣咯，我個反應就係、是、係啊嚇！2017年已經講緊啦，你瞓咗幾多年啊，大佬嚇？講極啲人都要食，咁你可以點啊？條命你啊，你中意點就點啦嚇！大把人仲話自己戒甜，唔食甜品已經夠噶啦。唔該，你埋嚟睇下呢篇嘢先啦。咁樣飯糖皆毒啊，毫無懸念。OK， 咁樣咧，我其實咧就開咗啲嘢嘅。咁我咧就想講咩咧？嗱，咩叫做咧升糖值啦？升糖值個 concept 咧就係咧，你食咗嗰樣嘢，如果係高升糖值嘅就話咧嘅話咧，就係、是、一食咗個血糖即刻砰咁樣飆咗上去。OK。即係直情你好似嗰啲跳樓機咁啊，咁啊扯咗上去，但跟住突然之間，砰就跌咗落嚟。咁所以你就會突然之間食嘅時候好 high 噶，好興奮嘅。OK， 食 lunch 嘅時候咯，大家扒碗飯咪覺咯。OK， 飯啊嘛，跟住轉頭咧，一食完 lunch 係好眼瞓嘅，咪就係嗰個跳樓機 effect 咯，就係個升糖值。如果佢係高升糖值，飯一定係啦。OK， 好啦。咁你咩叫做低升糖值呢？就係、是、慢咯喎。OK， 咁我哋嘅分界點喺邊度咧？高升糖值係70或以上就叫高升糖值。OK， 咁我點知啊？上網 search 啦 ，Google 唔使錢噶，係人都用得噶。OK， 咩叫低升糖值咧？就55或以下啦。OK， 好啦，咁咧就係咧個時間咧係1個鐘同2個鐘頭嘅分別。好正嘅，其實你明唔明啊？好正係個邏輯 gap 嘅問題啊！即係點解咧？請問就係原來嗰個毒品 high 得好快係唔好嘅，一 high 得好快，好快醒翻就唔好。但原來咧，好耐先 high 到，跟住咧好慢慢 high， 咁就會好啦。其實即係如果
嗰個係毒藥嘅話，我慢啲發作同快啲發作其實都係發作嘅啫，你明唔明啊？你解釋俾我聽點解會係咁咯？即係我真係拗爆頭，我真係唔明啲人嘅 concept 嘅。其實高升糖值同低升糖值講一個分別係一個鐘同兩個鐘嘅分別嘅啫。好啦，跟住咧，哦 ，OK， 咁你以為咧啊白糖奶嘢啊，唔係 ，sorry， 白飯奶嘢 ，OK， 我直情將啊 Harvard 嗰個表俾讀俾你聽 ，OK， yeah， 好啦 ，right，OK，、okay, 頭先咪話70係高嘅，白麵包係75 ，OK。跟住你以為啦，大家一定中呢個招㗎。我唔買白麵包啦，我買全麥 ，OK， 我買 whole grain 咁樣啦 ，whole wheat， 嚇74啊，75 versus 74啊 ，huge difference 係咪咧 ？OK， 好啦，跟住仲有喎 ，OK， 我哋繼續聽啦。仲有啲咩咧？就係白飯一碗 ，OK， 煮咗嘅，唔係米白飯。因為英文是 white rice boiled， OK， 係73加減4咯，即係可以視乎咩米啦 ，OK， 可能係69去到甚至係77咯 ，OK， 咁你食飯，我真係覺得飯係好戇居，飯係冇味喎，大佬，冇味仲要冇養分喎，其實你做咩啫？你明唔明？點解唔食多嚿肉咧？唔食多條菜咧？係啦。問親呢度咧，大家就傲嘴。我唔食白飯嘅，我食糙米嘅。OK， 好，我哋聽下糙米啊。OK， 68咯，68加4啊，加減啊，即如果加4嘅話係72咯，咁咪又係白飯。減464 ，Well， 你覺得好好啊？73同68爭5嘅啫，其實你明唔明？你明唔明？呢個其實係相加賣家嘅伎倆嚟嘅，哦，糙米好有益噶，佢冇磨到出面嗰個糠咧，所以多咗維他命 B 集，維他命 B 集，我飲紅茶菌都有啦，我做益生菌添啊，裡面活生生生勾勾嘅活嘅益生菌啊，我使唔使孭68升糖值去得到你嗰少少嘅維他命 B 集啊 ？OK， 跟住仲有啊，啊咁啊，咁我食咩好啊咁？你即刻食生酮好啦，仲問 OK？ 仲有啊，你知唔知道咧？好多老豆老母咧，俾自己啲仔女食嘅係咩啊？早餐快手啊嘛，食嗰啲粟米片咧，81+6啊，大佬 OK？ 唔同品牌出咗嚟，有啲係81-6，81+6，總之佢 plus and minus 加減六啦，81啊，70叫高，81啊 OK？ 喂，仲有啊，未完啊！你哋以為好有益嗰啲係乜嘢啊？好有益嘅咧，降膽固醇啊嘛，仲係以為膽固醇唔好係咪咧？啊，你真係好趣致嘅啫嚇，仲係咁諗嘅人。OK， 好啦，食燕麥啊 ，OK， 麥皮啊，79+3啊，大佬，點啫你哋？呢啲唔係慢性自殺是什麼？你告訴我啦，好唔好 ？OK， 我真係有陣時候我真係講到冇氣，你明唔明？我揸住啲數據講，我講幾年，我講到80歲都得啦。問題係你講極，啲人都係要食，你先覺得灰啊嘛。同埋你講講下，突然之間有啲唔知咩眼乜乜啊、耳乜乜嗰啲自稱醫生人又跳出嚟攻擊你啊嘛。你影響到人哋嘅飯碗，咁人哋梗係攻擊你啦。明嘅，咁大家都揾飯食啫。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啦，好唔好啊 ？OK， 係啦，薯仔啊，以為好好啊，78啊。如果你買薯仔粉咧，加水加牛油嗰啲咧係87啊，即係自殺嘅。其實你明唔明啊？牛奶39，算低升糖，但係升唔升啊？聽唔聽到啊？係升嘅。所以點解我飲奶茶咧係用 whipping cream 咧？因為 whipping cream 係好多脂肪，係35% 脂肪嘅。脂肪係對身體好嘅 ，provided 你係一個低糖嘅飲食。加大量的飽和脂肪是壓止發炎的 ，OK？ 好了，跟住咧，仲有啊，你哋以為咧葡萄糖是幾多啊？咪知而家咪有一罐罐啲葡萄糖嘅，葡萄糖水啊嗰啲嘅 ，right？ 係103啊 ，OK？ 你知唔知道你飲緊珍珠奶茶嗰啲珍珠咧，或者你好中意食 supplements 噶嘛？你哋嗰啲營養補充劑啊、維他命啦啦啦嗰啲啦。你知唔知好多裏面嘅填充劑係乜嘢 ？maltodextrin 咧係105啊，甚至去到110，你明明係終極最高嘅，係啊，係好恐怖嘅各位觀眾 ，OK？
所以你哋成日以為有益嘅嘢，以為好嘅嘢咧，個個賣嘢嘅人佢都識得抽裡面最好嘅嘢講俾你聽嚇。我如果要去建工，我 sell 我自己，我都識 sell 啦。咁我唔會講話我會頂我老細頂到行啊，我一言九鼎啦，同埋我會遲到啦。我梗係唔會講呢啲啦，我梗係講話我寫得一手好文章啦，我把口又 talk 得啦，咁我都識得 OK 多嘢嘅咁樣，我梗係會咁講啦，你明唔明啊？你梗係會隱藏咗自己最唔好嗰啲啦，你溝女都係咁噶啦，你明唔明啊？賣家都係咁啫嘛，佢唔會同你講其實佢裡面有幾毒噶。Oh by the way， 今集大家見到我啲頭髮有幾靚啦，係咪啊 ？OK。係啦，大家見到啦，咁所以快啲上嚟買洗頭簡啦，知唔知道？係啊，最近咧唔生意啦，你知啦，係比較靜啲嘅，因為個疫情嘅關係，所以咧上嚟貨翻100蚊咁上下就可以買到嚿簡，翻去用2-3個月噶啦。我啲洗頭簡咧小心好跣嘅，擺唔到眼鏡。今日時間去到呢度啦 ，OK， 我哋盡量嘗試做密啲好唔好啊？我曾經有諗過，不如試下日日做，但如果日日做嘅話，咁即係日日都要化妝，咁我又個人又攞懶嘅嘛。係啦，我盡量做密啲啦。總之大家記住咧，要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嘅 forum 啦，同埋咧我哋嘅 Facebook 咧就係 forum 啦 ，FORUM， 同埋生同感受啊。咁咧，如果我做節目，我會預告噶嘛 ，OK， 甚至會講話會講啲乜嘢嘅 ，OK。係通常都離題嘅，大家有心理準備 ，OK。好啦，得閒冇嘢做上嚟，我婆多姐探下我啦，我會成日翻工噶啦，嚟緊，拜拜。